高僧行医不朽传奇，欢迎收看高僧传奇。在上一集节目中的后段，我们提到虚云如何运用他的智慧和大无畏的气度，出面让滇军统领李根源不再破坏佛教，这是他数十年来一心向佛而展现出来的坚毅勇气，更是虚云平生参禅领悟之后，与历经人生世事无常所融会贯通后的成果。这位大将军被度化后，不但不再毁佛，竟然还虔诚信佛，甚至在后半生致力于佛教一切的慈善事业，成为一名法门外护。这中间的过程又有哪些的转折呢？今天的高僧传奇系列，我们要继续来向大家介绍百年虚云传奇的一生。虚云虽然成功劝退李根源离去，但是山上各个大小寺庵的僧众仍然很担心，万一这个李大帅哪一天突然改变主意，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跑来破坏，该怎么办才好？果然，三天后的傍晚，李根源独自一人前来住圣寺，说是想要向虚云和尚请意。虚云交代下去，不可怠慢贵客，并且让人准备好茶点。本来他是过午不食的，但是他现在决心要度化这位武将，就不拘泥这些了。李根源一见到虚云，就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老和尚，别来无恙，你的事迹我全部听说了，确实很不简单。你那一天所说的话，我回去想一想，也很有道理。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们佛教讲的因果轮回根本没有科学根据，而且一天到晚地对着那些泥塑木雕拜，既浪费钱财又迷信，不是吗？”虚云微笑地向李根源一一解释：“首先，佛像能使人心生敬畏，人若能长存敬畏心，便不敢作恶多端，造成社会动荡祸乱。何况在世俗间一样有孔子像、祖宗牌位，或是西洋的基督画像，目的都是要让人心有所寄托。再来，迷信是指不明是非究竟、不辨善恶正邪的盲目服从，以金银贿赂鬼神，图谋私利。佛教劝人行善济世，提倡仁孝礼信的美德，是叫人要追求祥和的正道，怎么会是迷信呢？至于因果轮回，我可以先举一个例子说明。比如，动物依靠土地孕育出的草木花果等作物为生，等到死后埋进土壤里，又会分解成各种物质元素，回归到泥土中被草木吸收。这种宇宙物质循环生灭不息的理论，佛教也是同意的，因此佛经上才会有色相转化的说法。而循环的法则便是因果论，如同我们常说的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施加多少力量在物体上是因，反弹的力道就会有多大是果，这不也算是科学吗？李根源越听越有兴致，频频点头称是。虚云继续向他开解说：“就因为因果律的循环不已，所以经常做善事的人自然会有福报。相反的，若是堕落造孽，只会遭受苦厄。这些都是宇宙中的法则，凡事有去必有来呀。”听到这里，
李根源对虚云已经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了，但他感叹地说：“法师，您真是个有修为的得道高僧啊！只可惜我过去做了不少伤害佛教的事，我还能弥补吗？”虚云呵呵一笑地说：“所谓的迷途知返，善莫大焉。残暴的阿育王都能改过向善，成为佛教的护法，将军您有何不可呢？”就这样，李根源转变他以往对宗教不屑仇视的态度，开始认识佛教，学习佛理，最后皈依三宝。慢慢的，他身上的戾气消失了，地方上有相关的佛教慈善活动，像是施贫行医、救难心学等等，他同样跟着出钱出力，大方支持，更保护佛教不受地痞流氓的侵扰。虚云不仅消弭一场拆寺毁佛的灾难于无形，同时为佛门增添了一位金刚护法，功德无量啊。有了李根源的大力护法，云南一带的毁佛暴动逐渐平息，可是全国各地仍然不时地传出相关噩耗，让佛教界的人士都忧心万分。西元1912年，包括虚云、寂禅、元婴、印光、地贤与太虚在内的各地名僧大德全部聚集在上海流云寺开会，一同商讨佛教在中国未来的生存和发展。为了团结佛教团体推行改革，也让僧侣的修行生活可以受到保障，他们准备筹组中华佛教总会，作为全国佛教社团的最高组织，还将拟定好的组织章程送交北京政府申请核准。参加会议的僧众一致推举寂禅法师为首届会长，会址则选在上海的静安寺。只是由于部分革命分子对佛教始终抱持偏见，一直刁难佛教总会的成立，导致筹备工作进行得相当不顺利。于是虚云便和寂禅一起先去南京拜会了孙中山，再转往北京向袁世凯请愿。孙中山对这件事他是乐观其成的，双方相谈甚欢，但是在面对握有实际权力的袁世凯时，可就没有这么好讲话了。虽然经过一番折腾之后，北京政府终于核准成立中华佛教总会，寂禅法师却也在北京法源寺圆寂了。寂禅法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，挺身为佛教徒发声，替佛教界争取权益，也是最早进行佛教心学的先驱者之一，对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有着相当程度的贡献。虚云和尚料理完寂禅法师的后事之后，便回到云南，随即成立佛教总会的分会，担任会长。除了持续弘法传教的工作，另外开办慈善医疗事业，还把原先有的佛教学堂扩大改良，请来不少饱学之士，号召青年僧人到这里不单只是学佛经，更要研习现代的学术知识，对云南地区的佛教振兴以及文化发展都有非常大的贡献。以济世度生为己任的虚云，其具体的实践并不局限在宗教事务上。当孩子被卡通动画吸引时，我们已经为孩子敞开了学习的大门，用孩子的高度看世界，
让教育与智慧体现在生活中。邀请大家一起来护持节目，让孩子开心的笑声永远围绕在我们身边。节目护持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民国2年，西藏依然迟迟不愿意归顺民国政府，让袁世凯颇为恼怒，下令云南军政府的都督蔡锷出兵攻打西藏。西藏政府也因为受到英法等外国势力的介入，将军队开拔到边境，双方剑拔弩张，战争一触即发。云南都督蔡锷认为两边若真是打起来，对彼此均是百害无一利，不仅造成生灵涂炭，外国列强更会趁机向中国勒索要挟利益，所以想方设法的极力避免。由于蔡锷和他的母亲王太夫人都笃信佛教，蔡母更皈依须臾门下，因此蔡锷前来请老和尚帮忙出谋策划，看看是否能有绝妙的好计。出家人本来是不管政治的，无奈时局纷扰不安，有志士有理想抱负的和尚很少可以有人置身事外，弃国家民族于不顾。73岁的虚云一样不忍见到滇藏两地的无辜人民受战祸波及，义无反顾地接下了重担。他决定前往云南利川会见藏传佛教中同样德高望重的第15世东宝仲巴法王，希望透过东宝法王去游说13世达赖喇嘛，让双方政府可以停战收兵。东宝法王和虚云算得上是旧事了，因为东宝法王会说汉语，当年带领虚云参观布达拉宫拜谒活佛的大喇嘛就是东宝法王。法王来云南弘法后，曾经派学问僧到虚云所创办的佛教学堂研习，私下也互有书信来往。这次重逢，两人都十分的欢喜，会面气氛热络。虚云先开口说了：法王吉祥，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抽空见纳子，实在感激不尽啊。东宝法王客气地回答：虚云长老，您太谦虚了，您如今已是汉传佛教的领袖，不需要这样。我知道您是来拜托我去当说客，但事关重大，容我好好想想。我打算先闭关10天，等出关后再决定。您若不嫌弃，欢迎您留下来当我的座上宾。东宝法王的一席话让虚云碰了软钉子，但虚云哪里会轻易放弃呢？他答应留下来，万一法王不愿意的话，他再想办法。东宝法王随即闭关，但外面的世界却一点都不得平静。法王身边的大喇嘛接受英国人的行贿煽动，对虚云一直有很深的敌意，他不断地怂恿其他喇嘛找虚云的麻烦，希望可以赶走虚云，阻止双方停战。虚云法师只能每天念经参禅，默默地等待法王出关。不过才等到第9天，已经有人按耐不住想要闯关见法王。一阵骚动之下，没有料到东宝法王竟然出现在寺门前呵斥大家，手里还拿了一份文件，对着虚云说：虚云长老，这是三大活佛一起签署的滇藏和平协议，您赶快拿回去，我们两边便可以安然相处了。原来东宝法王
是借由闭关而前去西藏会见活佛了。虚云欢喜地拜见东宝法王后，回到昆明，双方依约退兵，滇藏两地不但免于一场战火的杀戮，彼此更借由这个机会互相谅解，保持日后三四十年的边境和平。两边佛教徒的交流越来越频繁，关系也是前所未有的紧密，成就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话。云南地区的佛教在虚云克勤克俭的领导之下实现了振兴，住圣寺固然是鸡足山的第一大十方丛林，香火鼎盛，附近其他的寺院像是新云寺、西竹寺、罗泉寺等均先后被修复完成，而日渐兴盛。民国八年，虚云在当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的大力邀请之下，先是在昆明举行49天的水陆法会，之后又着手进行重修华亭寺的工作。华亭寺荒废已久，非常残破不堪，已经80岁的虚云老和尚只得尽力木化，惨淡经营。华亭寺重建时，因为曾在废墟中挖到一块古碑，上写着“云栖”两个字，虚云因此将华亭寺改名为靖国云栖禅寺。云栖寺总共花费将近10年的光阴，才全部修建竣工。整修期间，除了老和尚每天必定亲自监督之外，出力最多的就是他的徒弟具行禅师了。具行禅师俗名阿辩，是云南本地人，由于家境贫寒，养不活妻儿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，刚好听说住圣寺在征求修建工人，便到寺里做工赚钱。阿辩不认识字，带着他每天一边做事一边听经，居然学会念《金刚经》《药师经》等。在虚云运回龙藏的那一年，21岁的阿辩正式皈依虚云，出家受具足戒，由虚云赐他法名为具行。具行和尚虽然对高深的佛法理解不多，可是他却牢记虚云所说过的修法要领，时时刻刻精进念佛。他挑水种田的时候念佛，筑墙盖屋的时候念佛，烧饭煮菜的时候也念佛，做任何事情都在念佛。民国13年年初的某一天，当寺里的海会舍利塔将要建造完成时，具行突然跟虚云和尚说：“师父，等塔盖成了，交给我来守塔好不好？”虚云听了，内心悲喜焦急，他知道这是一句谶语，具行就快要化去。虚云勉强点头答应说：“好，但万事随缘，不可强求。”不久，虚云特许具行禅师担任这一年春戒的尊正，为僧众开示。具行说：“我半路出家，一字不是，但只念一句阿弥陀佛而已。”一旁的虚云听完，同样点头感叹，说着：“但只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只要都像他这样精勤不懈，一句也足以成就。倘若自恃聪明，心念分歧，纵念万卷经又有何用？”具行静静如此神速，他比谁都先证正果了。就在这一晚，具行来向虚云和尚叩安，拜别老和尚之后，便独自到海会塔旁敷坐念经。忽然，他的身上光亮四射，发出三昧真火作化。
第二天早上，众人跑来查看，明明已经入灭的巨型法师仍然披着袈裟，左手执磬，右手持木鱼，向西方端坐着。虚云颤抖地取出他手中的小磬，在他耳边念道：巨型啊，密行公园，一磬留音，为师一敲磬，你可以放心西去吧。虚云轻敲残磬三响完毕，巨型突然全身震动，化作灰烬倾倒了。虚云和所有人纷纷跪下合掌而拜。虚云和尚在云南的弘法事业即将圆满告一段落，接下来他又要承担哪些重责大任呢？更多的传奇故事，请静待我们下回分解。